先给我们一个确定的范围，然后再报告。对，那个搞不好是要通过大件事。是委员通过了，如果是通过就是我们，就是算是通过了。前面的叫，那个现在有第四案，改一下。
让旁边这个上来。继续开会，现在请钟嘉宾委员发言。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议场工作伙伴以及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午安。那么有请次长跟周局长，请齐次长跟周局长，请次长局长。委员好，次长好，委员好，周局长好。那次长想请教一下，站在交通部跟观光局的立场，你敢怎么衡量一个灯会是否成功？你怎么衡量？当然就是参加活动的人多，而且满意度高，而且有带来产值的串联。嗯，不错，这是标准答案。那以这个角度来讲，局长，您周局长，你觉得桃园灯会算成功吗？桃园灯会算是大家的努力之下，也获得所有的民众的这个好评。是的，角度来看，而且造成了这个产值的部分能够提升，这是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是，我们看到它人次呢超过2000万人次哈，创造的产值呢高达120多130亿，是不是？那你觉得这样的能够这个高峰能够被超越吗？接下来台湾的灯会，台湾灯会的目标设定在哪里？譬如说以明年的云林，你们的目标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觉得应该是一般来讲，我们这样讲平均值啦，就是也最好不要退步，然后应该是往前迈进。OK， 好，那你觉得桃园灯会成功的原因在哪里？有三大原因，第一个有完善的规划，是；第二个是地方政府办理的意愿跟决心，是；第三个是民众的参与。我要跟你补上一个，观光局请来的专业委员很会挑，挑出了最有潜力、最有规划、最详细的，这个你同不同意？不用不好意思嘛，因为所有的委员都是很期待台湾的灯会能够展现最好的一面，所以委员也选得好了啊、哦，他们也决定好，这个全力来选。那在去年，因为为了挑选灯会的主办权延宕了嘛，那最后挑出了云林，你觉得云林能够这个脱颖而出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能得到委员的青睐？虽然去年你还不当局长了，但是你就在观光局还是市长，你的了解呢？为什么你觉得云林能够得到委员的青睐，能够脱颖而出？它有哪些制胜的因素？我想，任何一个竞争要能够脱颖而出，一定是它各方面都能够让这个相关的人员有信心了、市长，你这个有讲跟没讲一样。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我看来啊，云林呢，它也延续了桃园，把新住民这样的元素纳进来。另外呢，我也觉得呢，云林呢，它还有两大灯区，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我觉得呢，在云林这个部分呢、它可能就是在今年年初呢，得到我们委员青睐的原因，就是它把台湾的灯会在内容的元素上充实，在区域上它扩展。这个次长跟局长，你同不同意？我相信一定是元素之一了。局长呢？你觉得呢？确实如委员所说了，这确实是有加分的效果。好，那接下来呢？我上次的质询，我说台湾灯会的筹划呢，过去你们都是针对在交通规划、宣传方式、周边服务、招商能力。那我是希望说能够建立一个主轴的概念，提出
有别于以往的甄选原则，比如说我们过去主题都是十二生肖，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将其他的多元文化要素涵盖进来。因此呢，在上次啊，我说过，希望2018年的台湾灯会能够提出有别于过往的甄选主题，譬如说你能够呢配合新南向政策，把这个台湾灯会当作是一个发展观光的资源，然后呢，你能够呢结合新住民的优势和南岛语族的特色来发展，您是不是也同意这样的做法？是是，而且我们也展延了两周，没有错。所以呢，这个经过我这样的提出之后呢，观光局特别在11月18号呢，告诉各申办的政府啊，要加强规划，并且提供补充说明，并给予两周的时间来补强，包括譬如说是不是要用南岛语族的特色啦，是不是要有新住民的优势啦，是不是要成为我们新南向政策发展对南观光的一个资源，对不对？是。好。那除此之外，你觉得如果2018的灯会要再超越桃园，要再比今年的云林虽然还没办啊、哦，还要更好，你觉得还需要加强哪些部分？那我这提出来了，你笑而不答哈、哦。我觉得呢，刚刚的1+1=2啊，是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在2018的灯会接下来你们要进行评选，我希望呢能够从桃园跟云林，我们当然认为云林这次一定会很成功，两大灯区这样的概念，1+1=2的方式，是不是能够让灯会的效益增加到丰富性？市长跟局长，您觉得这个有没有帮助？当然是会有帮助了。局长呢，你觉得未来评审委员对于这个两大灯区1+1=2的方向，是不是能有加分？站在我的立场，我不方便表达任何的意见，因为也还是要尊重专业委员。对对，是是。好，那但是呢，我要说的是说，这个1+1=2呢，这个1+1还包括什么？包括中央跟地方政府。因为一个灯会能够成功，刚刚所说的，除了观光局的委员挑得好，地方政府的决心跟规划能力也很重要。但是这些决心跟规划能力和中央的配合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哈。现在呢，我们观光局啊，在全国各地都有风景特定区管理处，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些风景特定区管理处，但是呢，我们认为啊，这些风管处跟当地的地方政府，他们是不是在平常的观光行销活动就有密切的合作、充分的配合？这个是不是也是列入我们应该评选的考量之一啊？未来的灯会的举办更应该结合观光局在地方的风管处的力量，同时呢，也结合他们跟地方政府这样的默契。局长，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是，这个是一个产业的地方的结构一起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来，市长，那最后一个一点点时间哈，你看一下主席在几点点时间哈？你觉得那么以目前来参与竞争的县市当中，在他辖内呢有最多我们风管处的是哪一个县市？我都帮你圈起来了嘛，茂林跟大鹏湾嘛，茂林跟高雄跟屏东有关嘛，大鹏湾都我们屏东县内嘛，所以市长回去跟我们的部长跟我们的局长也沟通一下哈，未来我们台湾正要办成功，要能够充分结合地方政府的决心跟中央呢在相关资源的调度上，这样的话灯会才能成功，好不好？是，我们会妥善来规划了。好，谢谢，谢谢。现在请徐祯蔚委员发言。主席好，麻烦请我们这个常务次长，还有我们观光局长，请次长、局长。委员好。委员好。次长好，局长好，午安。这个问题很多，我们还是迅速回答就好。其实，在台湾现在文明国家啊，我们既然公部门还能发生这个今天早上这个头条的憾事啊，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公部门，除了警察的泄露这个个资，还有我们的交通部，我们的官员啊篡改日期。铁工局的中工处的与黑道在结合，危害我们自己关这个交通部的这个女性的同仁哦，真的是我们的政风和我们的督导单位是不是好内控机制是不是有问题啦？我想我们是不是该检讨一下？会来检讨，我们会来检讨。好，谢谢。来，我们看第一章哈。恭喜啊，我们的周局长，您荣任这个您这个升任与观光局长以后啊，我们这个很迅速的，我们的这个
进来的旅游人数就很快的，而且提早破千了。请问这个破千，破千万人次，您觉得对于我们观光上以及我们经济产业上有什么注意吗？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指标啊，其实应该更深层的看待了。那我们是觉得说，至少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各界是一个努力的成果。所以那也确实得来不易，因为我们的也很清楚，在下半年的部分，陆客确实这个减少很多。那在整个多元开拓的部分，确实有紧急布局的效果有出来。但是我们在一般呢、一般很多人说啊，这个是一个美丽的骗局，是一个美丽的数字，但是对于人民是完全无感的，尤其是观光产业界，尤其是民生，这整个联动通通上中下游都是无感的，而且我们自己观光局也发现问题所在，对不对？所以我们寄出了3亿的这个促进我们观光产业的活化，但是3亿。我不晓得您知道现在我们施行的状况吗？目前申请的比例大概46%，是。但是实际上发挥的效果，我想这个本席想我们观光局长，您可能真的落实去了解研究一下，好不好？好。那另外呢，这个好下一页哈、这个我们就讲我们花莲好了，花莲是这个观光最惨的。现在我们影响了48%，这也是行政院这个，好、这个总处，这个我们的这个人事总处以及我们的行政院主计总处都说的，我们现在花东两县最辛苦最惨，所以呢，这个地方政府台东和花莲哈、地方政府这个为民走出去，然后被这个执政党啊批评的满头包，什么都不是。可是呢，我们地方的产业啊，地方民间业者啊，12月11号好、做了台东花莲的这个整合，自己民间业者自己要走找路走，好、所以我们谢谢观光局我们的副局长刘喜林副局长，以及这个很多的我们泰管处、纵管处、东管处都有来，好、来协助地方，好、那在这里。还有就是我们观光局的部分，自己11月 也到了上海去了，民间做，地方政府做不行，可是我们自己中央做却可以，这个真的是很矛盾的地方。好，所以在这里啊，真的是希望我们交通部、除了对外的交通，这个次长对外的交通拜托请帮忙，好，对内的观光，我们周局长请协助一下。好，那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月啊，才提出我们这个要拼观光五大亮点这个路线，北中南东离岛，这个路线现在规划的怎么样？我目前整个规划的配套都已经逐步出来了，那有几个我们跟地方政府还请地方政府也提供比较适合的这个建议路线，是，所以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次能够配合那个国旅卡的实施啊。能够同步，好，跟地方政府一起结合嘛，好，谢谢。那另外就是今天讨论我们观光发展条例的部分，好，我们先说第38条好了，有关于我们要收这个观光保育费的部分，为了维护整个园区里面的这个环境以及这个垃圾的问题还有安全的部分，其实本席一直在这个每一次我都在关心有关于我们太古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这个部分，都希望进入国家公园是能收费的，这个本席非常非常的认同，也非常的赞同。好，但是在这个我们现在观光局所属的13个风景区哦，如果我们未来修法通过了，请在收费前跟我们这个先做详尽的说明，还有呢，跟我们观光业者来做一个配套的规划，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呢？是，可以，可以。委员提出来的话，我们已经会一定入案，那来做处理。好的，还有一个哈，我们有关于我们的37条之1的修正哦，这个本席想要给我们的这个局长一点点的小小的叮咛哦。记得我们这个环保署在推动我们这个检举达人的时候，检举这个他的奖金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奖金高，就有人专业去当检举达人哦，然后呢，有人甚至是锁定特定人士，然后分时段同一人，然后有好多好多张罚单，哦，那因为他的这个罚金检举的这个额度金额很高，所以在这里后来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民怨，也因此
环保署后来把这个检举的奖金降低了，那现在是比较平息了，所以有潜力可循。在这里齁，给我们观光局一点小小的敬意。然后另外呢，因为我们是对很多的这个业者是这样子做检举的部分，有关于我们在做这个观光旅馆业、观光旅游业、观光民宿恢复什么正常这个市场的秩序这个部分哦。因为这个检举的部分，好，这个部分您增加了很多地方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而且这个检举的项目啊，五花八门，什么通通都有。我们是不是来检讨一下，我们在检举的管道是不是正常的，而且是不是畅通的？因为现在地方政府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首长信箱啊、1999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管道都是畅通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如果不要造成民怨的话，我们可能要审慎待之，好吗？也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检举奖金的额度是由地方政府来定，所以应该可以因地制宜。那我想说，我们也来参与，来协助相关的体系。由地方政府来定哦。对，好。那所以观光局只是乐观其成而已。因为有法源的基础的话，我们也会定一个一般的情形，比如北中南东可能也不同的属性。是。那我觉得也可以跟地方政府来沟通。好，还有一项就是为了我们要发展观光哦，我们一定要筹划，一定要走在前头。所以呢，这个明年的3月以及明年的这个11月，我们都有同时都有这个太鲁阁我们的这个路跑啊，尤其是11月份我们是。国际的太鲁阁路跑，那明年的3月是我们太鲁阁两岸为两岸和平而跑，那这会牵扯到两岸的观光旅游客进入入台，入到花莲，所以在这里我们包机的补助是不是可以请观光局先予以同意？这样子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以及我们对岸要来的意愿才会大，尤其是直接降落到花莲。因为我们有一个审查机制，是在审查机制来讨论。好不好？那我们讲说，也应该原则上会来支持。是，我这个部分呢，其实因为您促进观光产业，尤其是花东两县这么现在已经这么萧条了，所以请我们局里和部里多多支持，全力来协助，好吗？好，谢谢。好，现在请王玉明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麻烦请次长跟局长上台。请次长跟局长。委员好。两位好。委员好。我想请教，就是今年呢，我们的观光客人数哦，前一阵子交通部说破了1000万人嘛，哈。那就本席拿到的资料，事实上观光局希望今年的来台旅客人数是希望达到1075万人，对不对？你们原本设定的目标，然后你们现在下修为1066万人次，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数字？跟委员报告，过去我们都会用合理的正常成长比例了。对，这个数字，应该就有做过这样预估啊，曾经有这样一个乐观的预估。好，所以从1075万下修到1066万，那本席关心的是，现在已经是12月15号了，按照你们的预估，到年底可以达到1066万这个数字吗？可以吗？剩半个月的时间而已。对，差不多1060到1066之间，可以是不是？是。十一月份的数字，本席这边还没拿到。十一月份我们的来台的旅客人数是多少人？因为我们12月是等于是尖峰，是个旺月。是。所以11月有多少人？11月我们是大概九百五。不是单月，单月。单月啊。抱歉，我印象中是我们一个月。好，本席希望可以达标了哈。今天局长说可以达到1066这个数字嘛哈，本席也希望我们台湾持续要维持这样千万人次的观光大国了。但是呢，从这个图表，我看起来是会有忧心跟疑虑的，就是我们明年还可不可以维持这个千万人次的观光大国？看起来其实挑战非常高哦，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下半年从8月份开始，跟去年比较，通通都是负成长，通通都是负成长。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以年度的成长率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从过去马政府这8年以来，每一年
大概都可以维持不错的成长率。但是从今年开始，如果是刚刚局长讲的1066的数字，你知道这样的成长率已经下降到只有 2.10% 了。那明年呢？这个曲线图会不会往下掉？你们现在的策略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看起来它的成长放缓了，跟委员报告，就是只是明年我们的情况会是如何？你们有没有自己做过预估？你们明年有没有设定我们一样达到千万人次的目标？跟委员报告，我们一直希望观光的产业啊，能够扮演国家产业一个很支撑的力量。是。那当然，一千万这个数字啊，是不是你追求的目标？明年？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并没有以一千万为目标了。不敢做这样的目标。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把它更细腻一点来看待。我觉得人数跟产值都很重要。那产值的部分，本席要就教你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观光产值哦，其实也这几年为台湾其实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收益哦。那在去年，高达4589亿。那请问今年呢？你们今年预估的观光产值，到目前你们掌握到的数据，现在观光产值大有多少？对，因为现在还在统计中。对，因为还到目前你手边有的统计到几月？我们统计到是上个月是11月嘛？十月，那到十月到为止，现在目前只有到十月。是多少的产值？我们的产值大概4500。到十月已经4500了。4500，对，我看有这么高。大概我们有个计算依据了哈，是，就是停留天数是6.63夜，然后人均消费是207.87美元，那按照汇率31.89来估算，大概就4589亿，多少四？4589亿。你说到十月份已经4589亿了，预估到年了，预估到年，预估到年。预估到年底可以跟去年打平就是了，同样的产值会低一点，我们比产值低。会再低一点吗？对，那明年有两个数字，你明年预估你的产值会上升还是下降？跟委员报告，如果人数下降的话，产值应该也会下来了，是不是？一般来讲，国际的趋势来讲，因为旅游的天数都减少，旅游天数都减少，那个你说是国际趋势，国际趋势也是这样。然后因为我们的电子商务很活跃。好，所以刚刚本席问的就是我们在人数跟产值，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大国来讲，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是希望你们还是要全力以赴哦，我不希望明年掉得太快，也就是都呈现双曲线下降的一个负成长的情况。另外一个本席要问的，就最近复兴航空的问题哦，早上他们又到交通部去抗议了。他们抗议的是说，他们现在转职过去的人，沦为是 part time 的打工族。你们知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举出来，他们有的人是薪水被减了，有的减到10000块，有的变成是一半。那有的呢，他的工作时数呢，他早上、中午、晚上被拆成2个小时、2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薪资给付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权益并没有被保障。那这一些还是1700名员工里面的少数的50几个人哦，有顺利转职过去的，但是他们的权益受损了。这个情况到底我们交通部未来要怎么帮复兴航空的员工继续争取他们应该有的权益？我是请民航局说明一下好吗？是跟委员报告，有关转介复兴航空员工的事情呢，其实你们现在才55名转介成功嘛，对不对？转职成功，那目前还有陆陆续续的在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无论是国际航空业者跟外籍航空业者跟其他相关产业，陆陆续续都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对面试。那现在工会有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要收线也要收人，这个部分是不是你们在未来在谈这个航权分配的时候，会要求航空公司不仅是要争取这个航线，那复兴航空这边员工他们要求是要收线也要收人，你们是不是可以尽量去帮员工争取到，让他们争取到可以随着航线的移转到新的公司里面去服务，这部分你们可以做到多少承诺？鲍委，那个其实在我们的航权的分配里面，对于如果有国际航空公司愿意吸收复兴航空的话，其实我们在会列为优先的考量吗？已经有加分的，已经有加分，加多少分？讲一下。因为每家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哦，所以说加的分数也会不一样。好，本席希望哦，你们交通部还是要帮这些新航的员工多担负一些责任哦，就是帮他们积极争取他们应该有的权益，好不好？是应该。好，谢谢。现在请刘兆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哈，首先谢谢主席
下午这么辛苦还继续开会哈。主席，我们可不可以请观光局周局长？谢谢。请周局长。刘委员好，局长好。接着我们今天在讨论发展观光条例里面相关的规定，当然我们许多委员都关心，希望能够在一些特定的区域里面加以保护，那加以保护之外，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培育一些人才，然后有一些导览啊等等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说，公安局这边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做法？好，如果上面看有没有相关做法能够，如果我们在将来这些今天所讨论的法律都通过之后，从政策上，不然我们只有光有这个法律嘛，好，那从政策上，为台东为例的话，我们如何让因为这个法律通过之后，我们有些相关的政策可以多一些导览的人才，那我们先这个法律，因为我们今天有好几条法律了，那可能总的来讲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些区域它是被保护的，是，但是它能够低度被使用，低度被开发，然后又有好的人可以负责导览的工作，那这些导览的人才当然也可以把这导览的事这样的事业当成它是一个主业了，或者一个副业都可以哈。是。那局长从政策上来看的话，你们将来有没有什么的想法？有没有？是这个，谢谢委员。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修法这部分，其实有三大方向。那其中有一个部分确实是希望能够就导览的部分、人才的部分来做培育。我们大概有两个方向，一个希望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这个导游这件事情能够在这个制度上做一些调整，也就是国家考试的部分之外，我们希望能够慢慢用证照的方式来推动。而就这个新住民的部分以及所谓的东南亚语系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结合两个区块，一个就是我们用证照制度的推动之外，我们也能够辅导相关的这些在地的这些新住民能够来参与来考试，来扩大我们的导游助理的设计。第二个重点就是保育的部分，保育的部分的话能够让我们整个一个这个自然文化或者是原住民的这些这个特色能够透过这样一个保育费用或者安全维护的费用能够更合理化未来的经营跟管理。那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所谓非法的这个取缔，那非法取缔让有一个合法的部分能够有一个更合理的经营环境，大概这三个部分。那局长，我希望能够来要求观光局能够未雨绸缪了，好，未雨绸缪。希望我们这相关的法律如果过了之后，现在应该我看一下应该是，也许会有些修正了，不过这个大方向大家都赞成会通过嘛，通过完之后，希望观光局在这一部分能从政策上能够加以辅导，然后甚至有一些诱因，让有些有志投入这些观光产业的人，可以来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了，那另外，本席想跟你再来探讨，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了要提振我们台湾的整体的观光市场，我们现在行政在推动公务人员的国民旅游卡，是国民旅游卡，希望能够对有一些需要观光产业被提振的一些特定的县市，在不过现在好像民间有一些在使用上有一些意见，包括我们现在要求是要组团才可以去这部分，因为这个虽然是行政院在做政策上的主导，那观光局这跟观光旅游有关系嘛，那局长这部分就你所听到的民间的一些舆论的反应，看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改进的措施等等。是，就是当然就是本来有四个方案的规划了，那现在等于是只有两个方案，然后再增加一个观光巴的部分的结合，它是小众，所以对我们军公教的使用的部分确实有点限缩了。那这个限缩呢，其实对我们业者来讲其实应该不会有冲突，也就是我们等于是把这种效益外溢化，那对使用的这个自由度来讲是有点限缩。哎，是，对，使用的人可能会觉得对业者来讲他可能影响不大嘛，对，反正因为总是多一笔收入嘛，这很庞大的收入，但是对使用的人来讲他可能会
不方便哈，因为一开始因为稍微一点不方便，因为以前它可能就是一张国旅卡，它可以、可以自由的 去对对购物的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一些旅游，是是好。那本席希望我们观光局能够针对，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措施，好的行政措施，那当然有一些在使用上有一些意见哈，我们希望观光局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能够收集这样相关的意见哈，给行政院来做一个改进的一个方向，是好、哦、改进的一个方向哈、哦。另外，本席要想在这里再提，就是说我们现在政府所做的一些提振观光的相关措施，好、哦，当然可能都是针对第一个旅行业者哈、第一个旅馆业者哈、但是就台东来讲，比如说台东现在您有民宿执照的，就超过应该有1500家左右哈、甚至更多哈。对，差不多。差不多总数来讲，有没有涨？总数来讲，我们总数现在民宿有6900多家，有这么多。台东的部分哦，1035哦，1035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些这样的配措施，哦，可能都对旅行业者或者是对旅馆业者比较有实质上的帮助，这个当然都很好。好，但是对台东或者是其他地区比较为数庞大的民宿业者，好像他们没有感受到政府这样的措施对你，当然没有实质上的一些益助，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这样措施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协助哦？你留着，因为这个如果整体的景气要被提升哦，不只是旅馆业者，包括民宿业者也是要相关要希望能政府有一个关爱的哦这个措施给他们了、啊。是，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把那个民宿的部分啊，品质提升了、所以我们有推行一个叫做好客民宿，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是说能够再加把劲、能够扩大它的辅导。那委员特别提到说，如果是扩大国民旅游这个部分能够加惠民宿业者的话，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用国旅卡的方式啊，我们会你们来研究一下好不好，赶快近期内多久时间你们可以可能这个整个配套的部分我们需要大概应该要一个月以内。另外就配套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定是民宿业者他整个有些是申请，对啊，对，但是他现在就是说他现在我们在你们自己的行政命令里面规定，因为民宿业者如果他要兼做，虽然也许他们真的在做了，不过他们不能拿此来，不然好像不能用这样子来做一个宣传、因为导览这件事情民宿业者也不能哦，导览、导览或者是带旅游这件事情、对他们不能包装在整体的民宿业者的套装旅游了、他可能再去找一个旅游业者来当然这也了解委员的意思了，也不能讲说这样不好，也有他的立法目的了，也有你们行政上的考虑，希望能够结合其他的异业结合了，但是有些对民宿业者，他们可能本身他就可以提供脚踏车，或者可以提供带导览的，他实际上他自己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有没有这样想，也相关的措施再考虑一下。目前法令上是不允许了。对，民宿业者就提供单纯的提供的住宿嘛。对对，这个委员有提到，我们愿意来讨论一下，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用区块的部分来，我觉得像有些原住民的民宿哦，我倒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用例外管理的方式来研究看看。那局长，我们刚刚所提的，然后包括对民宿业者的这样的实质的这样的协助，你刚刚说在一个月以内，我们相关的配套的措施，希望我们检讨之后能够来提供给本席做参考，是好不好？好，谢谢。现在请蒋万安委员，蒋万安委员不在，现在请孔文吉委员。主席，谢谢啊。可以请那个公安局的局长周局长、还有几个单位好不好？那个请那个内政部营建署国家公园管理组，还有原住民族委员会经济发展处，还有林务局啊，四个单位啊。请官员上台。那个那个内政部的哈。还有这个农委会林务局跟这个严明会哈，以上人员请就位。好，谢谢。委员好。好，那个局长哈，
前几天呢、啊，我去参加那个林务局所主办的哈，主办的那个能高叶岭推动生态旅游啊成立大会啊，当时我就希望啊，既然是强调生态旅游，那我是希望这个生态旅游呢啊，能够有一些付费的观念呐、啊。啊，就是说这个现在有很多游乐区还没有被开发成观光事业区，啊，这个我们如果说到原住民族地区啊，啊，能够推动这个生态旅游，啊，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今天看到我们今天要修法，啊，我是看到我们这个啊，这个业委的版本是有一些这个哈、啊，有就费用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是蛮不错的，所以我自己呢，啊，也提了一个修正动议，是针对原住民族地区啦，啊，我强调的是原住民族地区。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我大概十几年前呐、啊，有一趟机会去斐济。在这个旅客服务中心呢，我就拿了一张简章哈，旅客服务中心，它那个上面是写说 eco tourism， 就是生态旅游，那个意思是叫我们呢，啊，明天早上几点钟啊，差不多早上要坐一个小船上去，到斐济啊，斐济你们知道哈，太平洋群岛那个有一个国家，那个然后我们要上去，那开了差不多40分钟。好不容易到他那个部落，那个我们要体验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斐济的原住民的文化，因为他们强调是生态旅游。那后来我们一下去之后呢，啊，坐那艘船下去，他们的酋长，好，几乎是全部落动员了、啊，啊，全部落动员来欢迎我们。哎，当时我们只有3个人去，啊，当时只有3位，啊，是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原民会。啊，担任主任委员的时候，我带我的、是一个公务考察，带一个组长跟一个专门委员去，啊，那去了之后呢，在那边用餐啊，参观他们的社区啊，然后跟他们享受他们的一个文化。那最后呢，啊，全村动员，大大小小的小孩子唱了一首歌啊，啊，斐济最有名的歌啊，有点像高山青这样的歌啊，啊，是叫《伊莎雷》。啊，只有3个人去，全村动员，生态旅游。啊，然后呢，啊，我们一个人是花了差不多将近900块美金吧，3个人就2700块美金，这个也可以给我们啊，这个一个等于是部落哈，一个生态的一个原生态之旅，那个是要收费的，啊，那是因为全村部落大小动员嘛。后来我前天去参加，这个是林务局哈。参加的那个能高叶岭的推动生态旅游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就把这个观念就来跟那个我们林务局的副局长哈、啊、廖副局长来跟他们分享，就说我们现在的观光区，好、啊，包括这个原住民族地区的生态旅游，你要有这种付费的观念，否则你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只会造成垃圾在留在那个地方。你要比如说推动生态旅游，到这个我们这个能高叶岭，从南投县的仁爱乡，啊，也是我自己的家乡。你要比如说今天有20-30个登山客要来，通报一下，啊，我们前村啊，就是那个城那个社员，大家来欢迎他们，接待他们，啊，然后呢，到那个山上去能高叶岭，啊，这样回来之后呢，啊，那个能够采购一些我们原住民族地区的产品，所以我今天。啊，我提了一个法律修正动议了，啊，来呼应我们这次发展观光条例的，所以局长这个部分我们要去推动啊，否则的话，原住民只会说啊，好多登山客来啊，有的开吉普车啊，登山客来经过这里走人了、啊，这个对我们原住民的经济发展没有帮助，而且也没有像。斐济这样的一个生态旅游观念，那个是在旅客服务中心看到的简章，我们就报名去参加了。那也是他们当地的观光旅游局等于是来推广的。所以这个局长，您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委员提这个案例很好，而且我觉得常在国外的时候，他都有一个英文告诉你说，这个旅行啊，不保证你看得到原住民。对，那我们台湾的这种生态旅游都可以跟原住民的部落结合。就是我是觉得你们现在观光局哈，我们都一直强调什么 eco tourism，
ecotourism 这个生态旅游，可是问题是你到了原住民族地区什么都没有留给我们的，是是，好，我们是不是说有一个让他们能够领略到原住民的文化，没错，好，像类似这样的这个观念也要光机来推动，好，所以这个局长，我是提这个斐济这个例子给你们参考，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登山，那个也是林务局哈，全国的所有的这个叶岭啊，这个能高叶岭是全国第一个了啊，你们现在也在试办推动，你们那个计划是叫推动生态旅游嘞，可不可以请一下那个林务局来说明一下好吧？那个来回应一下，你支不支持我们这个？因为那是你们推动的。是啊，报告委员，那个能高生态旅游，就是上一次，上个礼拜天，非常感谢委员啊，亲自来给他们打打气，因为那是我的部落啦，是，在仁爱乡。是，那其实这个部落我们已经，这个三村六部落我们已经经营了两年了。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我们这个再继续的两年，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些经费收入能够留在原住民地区，好，然后让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的来运作。好，以上，谢谢。好，主席再一分钟，好吧？可不可以请原民会的来，这个来说明一下，你对这个构想支不支持？谢谢孔委员哦，孔委员的提案站在原民会跟原住民族的立场绝对支持哦。那原民会其实这两年半在推动部落旅游，也辅导很多我们各个部落自行来规划自己的游程，然后招揽我们国旅的这个客人到部落里面去体验跟享受传统的这个美食。那目前我们跟部落合作的游程也269条，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再继续推动。好。好，那个内政部的尽快好，国家公园也希望能够套用这种模式。哦，谢谢委员，那个你的那个案例我们会参考。那国家公园像在就是我们垦丁的南仁，就是在满洲乡的部分，我们目前为止就是进入我们南仁山生态保护区的这是团体都一定会请当地的人来做解说，然后呢费用就是由当地人我们培训的解说员来做带队，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做。那像委员讲的那一个比较完整性的生态旅游部分，我们未来会来那个推动参考。谢谢。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委员。现在请中孔少委员发言。好，谢谢。那请局长，请周局长。好，谢谢主席啊。委员好。好，局长好。我想针对观光局的业务啊，我想大概就是一个新南向政策，因为毕竟我跟主席也一样，都是来自高雄啊，特别对于高雄未来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发展，也相对的也会比较关注一些哈。那个我们也知道，高雄港自从日据时代开始就被定位成工业城，也就是因为从这样的开始的工业的一些的基础的建设都是从高雄开始做起，所以到目前为止，高雄还是一个重工业生产的为主力啊。那现在高雄也应该给一个公道的时候了。如果说以前都是烟囱的一个工业，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有无烟囱的工业来协助？高雄是另外一个产业结构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发展。那高雄是它不只是有河有海，啊也有山，山海河港啊它都具备。相对的，它发展无烟囱的方式，啊其实是比其他的县市来讲，它占据更大的优势了。是是。那我想问部长。我想泰国观光来的旅游，因为开放30天的免签证后，那其实从8月1日开始试办嘛，那我看你们也一直在宣导啊，比同期增加了大概70-80%，没错，所以他来台的旅客人数大概超过十万啊，今年会预估17到18，差不多15万到17万之间，对。所以现在台湾的产业外劳，你也知道嘛，啊，泰劳在我们的营建业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尤其是那现在泰国的旅客也陆续的增加，那东南亚的旅客也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增加嘛，那高雄既然幅员广大，
它的海港跟空港的一个特级别的一个特质哦。那旅客可以很快迅速的到高雄市区啊，最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港湾，这个港湾针对的就是邮轮，是啊。那在邮轮其实高雄市其实是可以在进港之后啊，透过邮轮的一个发展，但是现在目前面临的困境大概就是对于这些的东南亚的邮轮的进港的一个免签。对，现在是几天？我们现在免签的部分，这个有几个地方是在关宏专案里面是比较优先啦，但是邮轮的部分呢、啊，是问题是比较复杂一点。我们邮轮的部分现在是希望香港跟澳门哦。能够有外籍，因为你也知道嘛，高雄市现在有一个旅游观光中心，海运中心嘛，哈，对 对, 對、啊，未来也是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游轮，但是希望明年有，但是因为签证的问题，你现在又新南向，如果说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旅客增加的时候，对，那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你如果连一个啊游轮的一个签证的时间的一个延续，相对的它靠岸的几率就会比较少嘛。没错，而且我们这个部分已经提出来跨部会协商，就是外交部跟内政部一起来谈这件事。所以你们觉得现在给几天？我们现在大概分四阶哦，大概就是有些是希望能够电子签证，好、哦、往上提。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希望是，泰国跟这个马来西亚这个部分呢、啊，也能够再扩大。大概免签可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有些是15天，有些是希望能够扩大，对，还在谈呢、啊，还没确定，还在谈，还没确定，还没确定。那个时间总是要有一个时效性嘛，因为毕竟，高雄港的邮轮的一个有一个比较广，不敢说哪一个方案、今年比去年减少了，减少，好、哦，减少，只有那相对的，它就是对于签证的问题造成很大的困扰哈。对，这些邮轮要不要靠岸的问题，这也牵涉到高雄未来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发展，而且很重要。我知道，把它当作一个我们明年度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你大概会有多少的时间会可以演绎出来？我们目前整个方案希望到年底，年底的部分能够至少有方案能够让这个移民署跟这个我们的内政部啊。还有外交部能够有一个共识，是，所以高雄港的一个旅客的一个运输的能力哈，其实不可忽视的哈，尤其是邮轮这一部分啊，旅客要增加，那必须要有完善的设施，那这些的设施还有一些的配套，那如果说高雄港啊，包括高雄市政府都已经准备好，那现在最欠缺的就是邮轮的一个靠港的签证的问题啊，对，啊，造成它。邮轮的意愿不强，那会不会就会造成高雄市对于未来这些的观光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啊，会受限于它因为签证的问题，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提出来哈，观光局这一部分是不是能够更快速的哈，让这些的邮轮的一个靠港的一个免签证啊，能够快速的让它能够彻底的。有效的去做一个执行啊，能够协助帮忙这些邮轮能够到高雄港的时候，是啊，让这些的观光旅客能够迅速的入关啊。是，我心里也很着急了，我也跟那个邮轮协会的理事长也谈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也希望这个确实需要能够加快脚步。不过为了提振南部的这个观光发展，我们在这个礼拜天、啊、也特别办了第一届的这个海洋美食节，也就是希望能够带动我们南部的这些海洋这个美食的文化。是，好，我想除了这个海洋的一个文化，最主要是邮轮的一个部分、啊、这个签证的问题，请局长这边能够迅速回应了、啊。是是是，好，谢谢、啊，谢谢，好，谢谢主席、啊。好。现在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现在请蔡逸瑜委员，蔡逸瑜委员，蔡逸瑜委员不在。现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登记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委员徐正伟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的逐条审查，并进行协商，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条文、修正动议及附带决议提案，另临时提案一并协商及宣读。现在请工作人员将整理好的提案放置各委员桌上，以及请党团助理联络各委员。现在发言完毕了，要进行相关条文的处理。第一案，委员曾天才等十九人拟具《观光发展条例》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二条第五款修正第五款，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指无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天然景致，应严格保护之自然动植物生态环境及重要史前遗迹所呈现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观，其范围包括野生动物保护区、水产资源保护园区、自然保留区及国家公园内之史迹保存区、特别景观区、生态保护区等地区，其余均各项均与现行条文相同。第二案，委员叶宜京等二十二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增订第三十七条之一、第五十五条之一及第五十五条之二条文草案，新增第三十七条之一，主管机关为调查未依本条例取得营业执照或登记者证者之营业或经营状况，得请有关机关、法人、团体及当事人请求提供必要文件、单据及相关资料，必要时得会同检察机关执行检查，并得公告检查结果。新增第五十五条之一，未依本条例规定领取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以广告物、出版物、广播电视、电子讯号、电脑网络或其他媒体等媒体业者散布、播送或刊登住宿营业之讯息者，处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锾。新增第五十五条之二，对于违反本条例之行为，民众得叙明事实或检具证据资料，向主管机关检举，主管机关对于前项检举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锾者，其罚锾金额达一定数额时，得以实收罚锾总金额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检举奖金与检举人。前项检举及奖励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主管机关为第二项查证时，对检举人之身份应予以保密。主席，第三案，委员叶宜京等十七人拟具临时提案第二案，能不能先处理一下？因为我要跟院长处理修正草案。新增第二项第三十八条第二项，对于观光地区、风景特定区、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得收取进入旅馆旅客之观光保育费，其收取缴纳方法公告收。好，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免收保育费的第一案，有没有意见？差别费来交通部说明方式的办法，由中央主管。临时提案，报请行政。临时提案，第四案。临时提案，工作人员。拟具《发展观光条例》部分条修正对第二条。还有谁没有临时提案？不好意思哈，来。新增本条例第十五项，外语观光导览人员为提升我国国际观光服务，好，来。外语辅助。临时提案。校委员还没有定自然生态及人文，有没有意见？由各目的有没有意见？机关在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临时提案第一案通过。外语能力。第二案，第十九条修正第一项，为保存。好，通过。第三案，刚跟委员会报告因为我们目前已经在法规预告作业当中，那考量后续的整个法制作业时程，大概我们是建议是不是到明年的四月一号？那这个已经跟委员这边有已经沟通。好，与民国一零六年四月一号前，好，依交通部之草案修正通过。进入该地区应提供第四案，观光导览人员以提供多元旅客详性之说明，减少破坏行为发生。好，第四案通过。自然资源之永续发展。好，我们现在要处理相关的各观光地区商店贩卖前观光发展条例的处理哈，不得以饮品冲。我们要先处理第二条，第二条有郑天才委员提案及萧美琴委员的提案。销售办法由主管机关会，还有孔文吉委员的提案。第四，孔文吉委员的修正动议之一，艺术珍品之展览与国乐
国剧、国产电影及民族艺术活动。还有孔文举委员的修正动议。好，现在先请交通部说明。就安排观光旅客观赏其讲座及推广。第二条，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文化部定之。针对第二条，这个要打先了。重大观光游客。针对第二条部分的这个第五款哦，那个定义的部分呢、哦，我们是同意稍微略做修正，也就是那个指具有加两个字啊，具有，然后具有无法以人，这都一样照写哈、哦，就是对于第二条第五款，第五款对。报财政部这个具有只具有观光旅馆业无法以人力再造，这个一直到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对，一直到那个就是大家对这个包括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列举的是有点意见了、啊，所以我们就反过来，刚刚委员也这样，就是具有这个景观的加一个资源两个字，基准及表扬办法，只具有这个具有无法以人等等，一直到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哎，这是一件对，然后资源两个字。观光旅馆业，旅馆业资源，那逗点以后呢，在民宿经营者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些地方，哦，就是把这些都加进去，然后在及国家公园的前面加一个国家风景区，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就是国家公园前面加国家风景区，国家或废止其营业执照或登国家风景。特定区就是法定名词，哎，特定区，国家公园第六款修特定区，外语观光及国家公园哦，就可以了。等地区呢的等，机关定制，其余范围内就是等地区倒数第二个字的前面加一个加入范围内，最后加范围内。那如果更严谨的话，就是划设之。第一案修正地区观光发展条第二条修正动议，对，那个最后对，就是委员的指教，好几个委员的指教，这样子一改的话就整个顺了，再念一次，我再念一次哦，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只具有无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天然景致，应严格保护之自然动植物生态环境及重要史前遗迹所呈现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观资源，逗点在哪里呢？在原住民保留地、山地管制区、野生动物保护区、水资源保育区、自然保育区、国家风景特定区及国家公园内之史迹保存区、特别景观区、生态保护区等范围内划设之地区，就把这个定义很清楚。哎，对对，还包括刚刚孔委员。孔委员，这是包含第二条，郑委员跟孔委员。没有国家两个字是，风景特定区没有国家两个字，那国家就拿掉。风景特定区及国家公园内。委员郑天才等所提。好，谢谢，谢谢。第19条修正动议。对。好，这是郑天才委员跟孔文举委员相关的提案。那萧委员希望第15款增加一款，15款这个部分文字照列。原住民从事专业导览工作。那我后面那个没问题吗？啊，没问题，就进去了。嗨嗨，好。那个山地保留地跟那个山地管制区嘞？山地管制后面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会同审查的那个部分，我们在后面再加。好，第二条修正通过。新增观光保。我们现在处理第19条有萧委员的提案，萧美琴委员提案跟郑天才委员等人的修正动议，来请这个交通部说明。好，第19条的部分就是，萧委员特别提示的哈，那刚刚也特别有请教，就是如那个部分呢、啊，我们就把它删除。古川大桥湾公口在哪边？第19条的12345678910第10行。传统建筑乱象，因此第10行的协助雾台乡公所，如有外籍旅客进入该地区，对对，这个就删除了。整是谢谢委员，如有外籍旅客进入该地区，这个通通删掉是吧？对，这两
这两行就是删除。然后从下面开始，已提供旅客，那个多元就不用了。嘿，应提供外语观光导览人员，已提供旅客详尽之说明。第二行都删除。对，如有外籍旅客进入该地区，应提供外语观光导览人员，这两行删除。没有，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如有外籍旅客进入该地区，那个删除？那应提供，那个也删除。不好意思，海滩南方峡角两行都删除。地区，所以东北角管理处。那萧远同意吗？区范围扩。好，请提供旅客详尽之说明。区之中继。多远两个字也删除吗？新建游客服务中心及。萧远有没有意见？为管理处处本部目前所在。好好，这比较没问题。好好，那就多远两个字留下。多远两个字留着。好。素质加以推广，供国人共享。是。好。然后专业考量并专业导览人员及投资发展之资格哈，就是这边可以加入及外语观光导览人员。管理处处本部于明年八月转为旅游等，就是专业导览人员后面啊，再加入一个及外语观光。临时提案第三。外语观光导览人员。鉴于台湾引进特别相当流行之过客，也就是对，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因为要制定法令的关系，所以要必须要全称，把它当作一个名词。载货空间之货车，但现行之道及外语观光导览人员是这样子，因为要制定办法的时候，要必须两个完成，都否则的话，这会变成一格而已。我们把它分开两个。恐龙法规造成车主困扰，经好反应后，交通部重审如流，于11月初推出修正草案。为何时通过，并未明确。哪一个增加第二项？对，这个加进来可以，就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位于民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应优先聘用当地原住民从事专业导览工作。照列。照例好。我只讲一个哈，那个公安局，我因为刚好最近碰到这个案例哈，所以跟你们讲一下。这里我们都用德哦，都用德哈，你不要因为这些外语人员、外语翻译、外语导览、外语什么辅助的这些人员不够，就拒绝。希望考量过去。拒绝国际级的观光客进入。比如说我们有接到一个，他说日语的说不够，或者是本来有三个，但是有一个什么请假，一个什么样，然后剩一个，所以他就用这样为理由说我们人力不够就拒绝这样哈，不要用这样了哈。人力不够的时候，他们你可以商量那种团体，说他自己去聘请翻译啊，连同他们的团一起进入。OK， 你不要用你们自己，因为人员不够就拒绝人家哈。好，谢谢委员提醒。第十九条，各位委员还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修正通过。现在处理第34条，来交通部说明一下。好。好，这个第34条的部分哦，就是也很谢谢委员稍微修正一下，就是，校园是有两项嘛哈，前项后项，后项的部分有两点。我们是把它修正为各观光地区商店贩卖前向特有产品及手工艺品不得以赝品全充，违反者由各该主管机关依相关法令规定办理，这样就好了。好，我接受交通部的这个建议的修正内容哈。那提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有许多的观光区哈，这个虽然说是卖本地的手工艺品，但是都卖什么巴厘岛啦，什么 Made in China 的东西。那我觉得对于在地手工艺的这些创作者哦，是相当不公平的。那提这一条，除了这个仿冒的问题之外，主要是要提醒哦，至少我们公办民营或者是在国家级的，不管是国家公园或者是风景区，只要是我们公营委外的这些经营业者，应该要特别以在地的这些手工艺或者是文创产品为优先。好，谢谢。好，谢谢。好，修正通过但是里面有一个错字哈。有一个赝品的字错误，有文字错误，经济部有。经济部有意见。有关于第二项的部分哈，是不是可以写到这个不得以赝品全充，也就是跟
萧委员的这个版本的第二项规定相同就好，不要加这个违反者由各该主管机关应相关规定办理的文字。为什么？因为这个各该主管机关它的这个内容跟赝品的这个内容，事实上会影响到，可能侵犯到商标权，可能侵犯到著作权，而后所以主管机关啊，我有没有各该主管机关就包括你们呢、啊？机关没有指定，不是主管机关吗？哦，我们是法规主管机关。对啊，智慧财产权，经济部是商标。对对，不一样。那我们没有指定说经济部或者智慧财产局，我们没有啊，我们就说各主管机关，我们又没有指定你哪一个。主管机关啊。对啊。赵伟，那定不？你还要定义一下赝品的那个意思啦。对。那你什么东西才叫赝品？因为赝品有可能是侵害商标权的仿冒商品，也可能是侵害著作权的盗版品。所以我们并没有指定你哪一个嘛。由各该主管机关，那看他是哪。因为本来就违法嘛啊！可是如果在风景区卖是更严重啊，因为这伤害台湾形象啊。他同意这个啦，他只是说主管机关是谁，不要写。只是说不要放主管机关。对，或者是说违反者依相关法令规定办理。好啦，依相关法令规定办理可以啦。其实我们这个也没什么不对啦，我们是各主管机关，又没有指定你说只有一个。嗯，后啦后啦。你如果坚持，好啦，可以啦。好，依相关法令规定办理。啊，由各该主管机关删除。删除啊，就是依相关法令规定办理。好，那个赝品的。错字稍微更正哈，你们是月才对哈。这新闻太大了。一个月，哎。好。第34条修正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34条之一，来交通部说明。34条之一。哦，对，这个部分也拜托，就建议就不增订了。这个，来说明。哎，因为我们这些东西都在做啊，我们都在做。都在做，那放在这里会有什么？如果已经在做了，那放在这里有什么问题？用列举的不见得有弹性的。啊？列举的不见得有弹性。你说没有包括所有在做的吗？反而我们现在做的部分可以用行政作为更有弹性。跟委员报告，现在观光局跟文化部有一个工作的平台，其实像这些工作我们现在日常都有在进行，那有些这样的专案我们就可以做处理。你说你们已经有在讲助观光业者去带团去观赏啊、哦、我们这个艺术创作啦，这些民族表演嘛，我们会用这个跟观光局的一个专案的这样子一个措施，我们来进行就好了，就可能建议就不再在法定上来做规定。你不放在法定里面来做规范，我可以接受，但是重点是一定要做哈，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观光客哈，其实到例如说到花莲来，他有时候说晚上不知道。好，不知道要干嘛。好，那要有一些，如果说可以对于促进在地艺术跟文化表演业者，哦，一些比较正面的。那像以前有那个十亿大街有一些原住民族的这个表演，哈，但是，包括那个什么市区这个公车啦，要把人载到那里什么等等，这些其实都应该要提供更好的配套，那协助地方政府来办理，好不好？对这个文化观光，我们列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了，哎，会做。好，就建议不修正，不增订。好，不处理哈，不予增订。我们现在处理第49条，来，请交通部说明。我们方向是没有问题，哎，就是做一些文字修正。我们要说明一下。这个方向是遵照委员的方向了，然后那个增列第二项就是有关有关为了可以平均让这些经营者啊，他们可以平均收益，因为有些他是承租经营的，那如果直接回馈到土地所有人身上的话，那就是
跟我们本来要定这个法、要修这个法的美意有相距离啦，所以会建议增列第二项哈，让他可以把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措施哈回馈到这些业者身上，所以会建议增列第二项。然后第五项的部分是第二项的部分是指前项不动产如系观光游乐业、观光旅馆业及旅馆业设定地上权或承租者，以不动产所有权人将地价税、房屋税减免金额全额回馈地上权或承租人，并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者为限，这样才能够确保把这个优惠是放在这些产业的经营者身上。就是用租出，对了，地主就没有了，他给经营者了。对，是不是？因为你们增加这个，是不是类似像台糖很多土地租给业者来经营？那这个优惠就是以投资跟经营者为主嘛，哈，不是以地主的哈，了解。不要捐给地主就不要了。对，好，那了解。好，那我接受你们的这个增列。还有一个第五项的部分呢、啊，它是配合税捐稽征法第十一条之四第一项有一个规定，它有规定说这个年限有一个年限的限制。后面就是年限了，是五年，好、哦，就加一个年限。第一项这个字要拿掉。啊，那个拿掉了，哎，对。第一项的重大两个字也拿掉。对，就是以这个为主，因为这有法务人员这样修改以后比较好。哎，这样好，那我要请问，就是说，为什么是五年？这个是有这个传统吗？还是大就其他的优惠措施大致都是这样？我们财政部在不在？租税都是好，来财政部说明一下，租税都是以五年为单位，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标准？哎，没有，那个条文的规定说是以达成合理之政策目的为限，啊，就是要评估它的特性，大概。给他多少评估了？对对，给他多少减免的那个期限比较合理？适合了啊。比方说，如果说我们现行的话，以五年为原则的话，那必要的时候又可以再延五年，那就是十年。不是我的问题是，但设年限这个是合理的啦。但是我的问题是，其他相关的租税减免也是用五年来做标准吗？那个、还是不一定啊？没有说一定要五年哦。只是说不一定，那你们大概在过去的案例是多少？不一定啊，我就是条文规定，就是我知道的那个，其实五年算很长了。对，因为还得延长一次就是十年，通常都是三年。我知道，通常都是三年。对，像那个都更的话，哈，目前还是两年。对了，两年三年。然后就是说，现在目前打算修改是稍微做一点。两年三年，其实最多五年已经是最多的了。对了，五年其实是很长的啦，因为再延一次。各位委员还有没有意见？按照交通部的修正处理。好，第四十九条修正通过。现在处理第五十一条。五十一条，来，交通部说明。是五十一条的部分，大概就做一些修改了哈，就是前项表扬之申请程序、奖励内容、适用对象、候选资格、条件评选等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好，我想这个应该更明确一点。好，这个最主要是将现行执法所规范的事项增列于第二项。是落实授权明确性的一个原则。那各位委员还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依萧美琴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相关的文字修改依交通部的建议文字处理。好了，有没有意见？好，修正通过。第五十三条，刚刚在三十四条之第二项的时候已经修正配合修正了，哎，这个部分。就三十四条之二已经并案修正，那所以这一条呢？所以这边就可以不用再列，哎，就删除。好，第五十三条维持现行条文哈。是，好，谢谢。第六十六条，来交通部说明一下。哎，这六十六条部分，我们觉得外语
观光导览人员 的这些规定，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增列了，所以已经移到第十九条的第三项。好，好，这个已经在第十九条进行处理了，我们要维持现行条文。各位有没有意见？好，维持现行条文哈。现在到哪个？37条之一。现在处理第37条之一的叶怡津委员的提案，是来交通部说明。委员的提案的部分所增加的文字啊，那我们是觉得是说，干脆就把它讲得更清楚，就是而经营观光旅馆业务（顿号）旅行业务（顿号）观光旅游业务（顿号）旅馆业务或民宿之事实，得请求相关这个机关，就是后面都是一样。这个哈，那个局长，是我可以同意你的修正，但是我早上质询就已经告诉过你了哈。是，我们修法哈，不要常常修了哈，怕也没有。旷日费时，下次又要修这个发展观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哈。这样其实 我的可以让你有一点弹性，就是不要只有什么旅馆业啦、观光旅馆业啦或者民宿啦。我刚刚说的，你们将来可能有什么 B&B 啊，或者什么什么青年旅馆，或者是不是不要写得这么清楚，反而你们有一点弹性了。你们要这样我也可以接受了，但是你们要不要想一下，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清楚吗？就不要改了。对啊，好好，就是按照早上已经叶委员的哈，我的咨询就是给你们这样。我们张副哦，他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嘛，啊、那他是说在执行上，那就按照委员的意思。我不坚持哦，我不坚持啦，我是这样给你们一点弹性，不要淡定太死，又要修法麻烦。对，说叶委员在里面，叶委员讲的有理，但是请交通部，你们现在到底？针对这个文字有没有意见？这个修法是非常严谨的，我们希望你们好好再讨论一下有没有问题。我要再确认一次，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依叶委员的。好，好，依照叶委员的案子通过。按照我们的好了哈。啊，按照我们的好了。又按照你们的。好了，我尊重了，我尊重。第二条有这里没有写清楚。第二条有定义，好，第二条你们有定义，那就照你们的。好，照交通部修正的建议文字处理。好，谢谢。下一次你们就思考了，就连第二条联动，哈，好。好，现在处理第55条之二。我们内政部警政署有意见。第几条？就是37条之一。37条之一后段的。37条之一。必要时得会同警察机关执行检查，我们是建议删除了，因为现在这个一般法律都有规定哦，在通则性的规定里面，行政程序法第19条这个都有规范。另外，假如说执行上有困难，遇到抗拒的话，那么那个行政执行法第6条第一项也有相关规定。他我知道了哈，这个我也可以同意了，你们商量一下啦。我这里写必要时得会同，其实跟行政程序法没有冲突了，也是的。但是警察局他担心，警察单位担心的是，以后要去执行的时候，他们都一定要找警察壮胆的，啊，他这样他们觉得他们人力负担不足了。但是我这里其实写的是必要时啦，哈，啊，他们的。我的法律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啦，啊，但是他觉得担心你们要去就一定要找他们去啦，这样子啦。不是，我们就是怕说，地方就是每次你都要必要，因为你又有这一条，就会找警察那个来执行。好了，那就删除了哈，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我们全力支持啦，就是行政程序法里面，行政程序法就都有规定。如果拿掉的话，几乎就这个等于是最后一条防线就没有了。不会了，也不会了。不是，我们现在执行的同仁就是这样子啊，很可怜呢、欸。他们在你现在一般哦，他连穿个背心都会被围呢、欸。你这个，这样换我劝一劝警察局啦哈。拍谁啦？因为我
我们这里是交通帮的，所以劝劝你好了。我这里真的有必要死啦，他们尽量不会啦，哈，必要死啦，哈，嘿啦，有必要死嘛？我不是说一定要会同，必要死得会同啦。我们是想说那个一定要会同啦。行政程序法里面都有规定了。报告委员，我们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不要入法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现在长达185项的应协助得协助，那警察的我们的这些员警在这个执勤的环境哦，我们要担任的包括现在7000多个警力到目前都还有一个缺口，那因为你法令每一个法令都把警察定进去哦，无形之中增加基层那种又来了又都是那个啊，当然我们协助，因为行政一体，我们一定要。当然要达成行政目的一定要啊，但是你把每一个法令包括什么水资源温泉什么全部都入法进去，那警察机关会忙不完。那我们现在协助不是说不协助哦，我们在协助的理由有好几样，比如说像这个单纯的情资可以执行的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不需要。那如果说你只有一点所谓聚众有一点纠纷，你申请一定都会到啊，这第一点。第二点，行政程序法它规定就很清楚了，再来110，你随时报案说，我执行有困难，有聚众，有什么状况，110马上就派警力啊。第三，地方制度法里面，那地方首长说，你警察因为要去，我们当然尊重啊。地方制度法，地方首长负所有权责。以上，也可能要拜托，这是三个德啦。第一个德在前面的这个请求嘛，哈。第二个德就是会同嘛。第三个德的话就是公告，可是如果说这三条防线不做的话，我们同仁在第一线的时候，这个讲比较通俗一点啊，就是说当然都警察的关系都很好，但是如果说这个法令上他讲说，那你依哪一条来取缔我的时候，那我们还不能只能用一般的这种110、119的方式，很。我想这个取缔应该都是主管机关的牵扯啊。那警察只是说，你假如说人身有安全顾虑的时候，才请求警察啊这个来协助啊。因为现在啊，所以对了，所以德嘛，对要。那我们就是怕入法之后，这个动不动就是要请警察机关来支援啊。啊，得了凶就阴嘛，阴就有强制性，得是可以。而且我们现在是在推那个行政协助的简化。我拢会支援，我唔是袂当。你即马进化咧，就是一定。你安尼讲不得，因为阮就因为跟各位报告哈，当初在取缔八大行业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也是用德，我记得印象中是哪一个用到德，那时候真的有警察在旁边，大家在执法上真的是安心很多了。我跟警察单位讲一下哈，事实上有真的有例子是他们去执行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哈非法的。他敢这样做，其实他就是没有什么法治观念啊，就有那种人员被关在那个日租套房，关在那种非法的旅馆里面，一直到其他的同仁去报案，你们警察才去了。啊，所以哈，真的像这种他们会知道了，所以不会动不动就找你们去了，好不好？拜托一下啦。必要时已经有文字很清楚的表达、啊。你们也是啦，不要你们要有这样的时候，因为警察也真的很辛苦啦。我们还是警察也真的很辛苦啦。还是列入，但是相关的状况要什么状况要不要动不动就定一个规范，跟警察去定一个规范。对啦，你们去协调定一个规范啊，好不好？你两个去调解。你们在对警察同仁也可以交代说，哦，这个文字虽然在上面，但是。乔姐的，不要，嘿呐，不要每一样都要找你们，哈，你们也去自己去定，謝謝你们两个去定一下说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有过那种经验，我要再去的时候，我就跟你。现在处理第55条之一，来，那就按照委员的建议了哈，我们是建议从就修改为30000至30万。就是尊重叶委员的提案，那稍微拉高一下，增列义务主体啊、更明确，然后建议下修。
罚款的额度要符合比例原则。3万以上，30万以下。叶委员有没有意见？这怎么是尊重我的意见？我的是10万到50万、欸。参考你的，参考以后再修正。违法民事才6万。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依据叶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相关文字修改依交通部建议文字处理。现在处理第38条。好，55条之二。那个或要修正为并。因为他续名逝世以后要加上他的证据，是这样子。好，好，谢谢，谢谢。同意。依据叶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相关文字修改依交通部建议文字处理第55条之二。我们现在处理第38条。好，刚刚孔委员特别提到啊，观光保育费希望能够更具体一点，所以得收取。就是增订的后项啊，就是对于观光地区、风景特定区、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逗点，得该管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收取，把收取这个得收取三个字的中间加入这一句话，得该管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收取进入。旅客资，观光保育费。都要在后面了，在后面了。该管公务机关，该管。哦，对对，该管那放在德后面。好好，该管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德收取。好，目的事业还是有公务目的事业。对对。到底是目的事业还是公务目的事业？我们一般目的事业就是啦，就是譬如说观光，对对。那这个观光保育费这个部分，其实某个角度来讲，应该已经含了维护环境维护了。那如果孔委员比较担心的话，那我是建议说，观光保育费这个部分有两个做处理的方式，一个是挂幅含环境维护，一个是就是写级 A 级 B 这样子。等一下，那个这个是讨论那个业务还是我的版本？两个并案，两个并案。对，好，第一个是那个这个38条本来是加强机场服务及设施啦，好，那是不是可以说建请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比较适当的，在第二条啊，或者是哪里会比较好？好，那第二个业务员的版本跟我的版本是，我是加原住民这一块。啊，原住民这一块是涉及原住民族地区，是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原民会主管机关定资。其他上半部都是跟叶委员的都相同了。那是说要放在什么地方？放在38条还是放在第二条？因为第38条是针对机场服务嘛。第二条是处理电力的问题，对啊。那孔委员那边的话，就是我放在哪里？放在叶委员的版本的倒数第二行。不行。不行，挂号不行，那性质不一样，不行哈。那个，我这里的这个观光保育费呢，这个是给予法院根据才能收的。那孔委员的环境维护费呢，这个有定义的，这个是规费。那规费是不需要法律就本来就可以收的，现在就有规费的，就是可以收的哈。所以你不要挂号，这个。可以收，你本来就可以用行政命令就可以收的哈，请那个孔委员这个跟你说明一下哈，所以不要挂号了。好，那这个再加上保育费跟规费，你们可以去，我们没有给他定死，让他们去制定，让他们去做弹性的处理就好了哈。那孔委员关心的那个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就放在哪里嘛？放在这个道主。对，就是由这个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拟定，逗点，其涉及原住民保留地者，应会同中央原住民族事务主管机关研定。好，那么因为最后都要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嘛，所以中间的话就把这个其涉及原住民保留地者，逗点。
应会同中央原住民族事务主管机关研定，这样就涵盖在里面。要是放在38条吧。哎，对，在38条。那这个观光保育费就这样子，就决定。好，是。各位委员还有没有意见？那我们第38条就依据叶委员提案及孔文吉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然后文字法制上修改就依交通部的建议文字处理。好，这个案我还另外提了一个附带决议。各位委员有看到附带决议吗？有。好，这个附带决议就是在哪边收的就用在哪边，不要在绿岛收的用到花莲，在花莲收给人家用到台东去，这样不好哈，很难呐、哦。会计啊。所以我才要附带决议，要不然定在法律里面哦。你袂使绿岛收，人用在台东啊。因为你绿岛收偌济，你嘛差不多。嘿呐，你不要。你们对啊，就像那个我们一直讲的，你的那个交通补助都一直台北，一直台北。区域可以说了，比如说在东部收的用在东部，比较大范围分散哦，那个经费应用上面。对，因为如果说这个绿岛的地方那个钱，来你们看一下附带决议，看怎么修一下。还是以你们的风景管理区为一个范围，为一个辖区。好啊，可以啊。地区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可以啊，比如说。我们云嘉南，我们就包括县市了，啊，找云嘉南这样。好了，可以。那统筹同事是地方局的，啊，等进户的。不啦，等进户不啦，地区该是区域的户啦，不一定是县市管区的去处理，还是区域收。嗯。包括地区像。啊，区域多大？附带决议的是一个原则。对呀、啊，好，好不好？就是举例的话，不要举例说。绿岛用在绿岛，南洋用在南洋，我们没有写这样啦，就是举没有举例啦。是精神。对啦，地方政府也有乱搞的啊，也有这故意他这里收一收都去给他的庄脚的，对。区域好，好了，好了，好。将文字修订为啊，刚三十八第二项哈，有两个罪字。等一下，先附带决议处理。先第二条里面，哦。这个倒数第二行所收取之地区改为所收取之区域，并订定以相关作业办法中。好，修正通过。来，次长说明。刚三十八条第二项有两个罪字哈，那个对于两个字可以拿掉。第三十八条，这个观光地区三十八条对。好。好了，好了。好。对，来，来，你讲一下，用麦克风讲一下。就是三十八条的第二项，对于两个字是罪字，可以拿掉。协商完成，做以下宣告：今日协商结论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决议：一、说明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书面资料或未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尽速以书面答复；三、本次法案审查结果照协商结论通过，临时提案照协商结论通过。四、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四案均审查完竣，第一案及第四案并案拟具审查报告，第二案及第三案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李坤哲补充说明。以上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的话通过，散会。